两眼，就是我无时无刻在焦虑，焦虑、抑郁症、抑郁中，我就觉得我是得了抑郁症，我做每一条表现都跟抑郁症是哦，抑郁症人肯定不这样说话，说我得了抑郁症和跟抑郁症的条理是一样的，得了抑郁症的人不觉得自己得病。那你下午好一点，那我今天上午还是不好，下午好了一点。其实包括刚刚你跟他们另外两位在讲话的时候，我甚至那会儿还处理了一会儿，我甚至觉得这人在讲什么呀？这人在讲什么呀？烦啊！这样。是有用吗？挺好的嘛，这样认为。我也觉得有用嘛。对，然后我那会儿又开始悲观了，我甚至我的面部是没有表情的，就那种抑郁的那种，那种跟我这个世界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很伤心那种感觉，它又来，它又袭来了。就你当刚绝望跟失望。对，这会儿你跟我说话，你又把我放回来了。但是我的身体依然是疲惫的，不是轻松的，不是喜悦的，眼睛里是没有光，是像个死鱼眼一样。然后那个就是无限的悲伤，我觉得就是动不动就想哭的那种。两个月，从九月底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很痛苦，很痛苦。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对我们善对一些善良的人来说，就是对这个世界有时候会容易产生一种伤感跟失望，伤感失望累积多了就会忧郁啊，或者负面的对负面的看法，负面信息，觉得无能为力，改变不了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我们绝望跟伤感的，你不觉得？包括爱情啊、亲情啊、友情，没有什么东西都是有缺失、有缺陷的。而且负面的很多，这个世界好邪恶，是不是？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是很负面的、很恶的，人性是恶的，人性是有时候是很无情的，是吧？等等，这些负面的容易导致我们忧郁跟绝望、失望。就是做的很讨好的姿态去做这个事情。是的。好害怕，我好害怕。我知道，我们永远想让自己活得更好而已，永远就是你希望自己更好而已。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对幸福跟一种看法，就是什么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就是我们觉得活着就应该，好像生命的意义就是应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一定要不断的进步。如果今天不比昨天更好，我还活着，多失望的一件事啊！我们要不断的努力的活得更好，努力的钱要越来越多，容貌要越来越美丽，我的家庭婚姻所有的一切应该努力的越来越好。好像越来如果不好了，我们就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是我不努力吗？是我不够好了吗？是我颓废了吗？是我懈怠了吗？是我运气倒霉了吗？是我不好了吗？是还是这个世界不好了，是吧？所以什么也不是，这个世界就这样，我们可以好，可以有时候就是不好了，有时候就是好的，就像天有时候晴的，有时候阴的。这个世界其实充其量这个世界也没有多幸福的人力，只是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件事，我经常觉得大家有一个师兄问我说，这个世界就是说有些人很坏，有些人很邪恶，但是人家活得很好，我很善良，是吧？我也很善良，但是我好像打不过他们，在商场上也竞争不过那些人，不择手段，脸皮很厚，我什么呀都做。但是我不得不学他们。当我学会这些的时候，我还是斗不过他们，因为人家的脸皮厚又变成另一种了。但是我还是没学会，就是说人家的厚黑又变成另一种黑了。我刚把人家那种黑学会，人家又变了黑了，所以我还是没打过，还是失败了。说他们为什么做了那么多的不好的，他们为什么还是活得那么幸福，这个世界是吧？好像那种很强势的人，很有心机的人，好像那种就是一定要很努力的人，就是很努力的，他每天要拼命的工作18个小时的人，好像这些人活得很幸福，我一定要变成他们。我们跟不上，有时候我们想懒一懒，好像哎呀人家那么勤奋，你看，然后就会说
我的懒，我的不成功是来自于，就是说不够，不比他们勤奋，所以我们逼迫自己拼命努力的工作赚钱。我钱不够多，是因为不够他们优秀。你看我文凭不够他们高，学历不够，还有我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然后呢，我好像我没有名车，没有豪宅，也是因为我不够优秀，或者是我拼命的想赶他们。但是有时候还在生意上，我努力的让自己一颗善良的心慢慢也变得冷漠了，无情了。有时候甚至我本来跟这个朋友很好的，如果以前小时候，我是不会把这件有些事我不能跟他说了，因为这件事涉及到公司机密啊。说本来这个公司我干公司，我这个商品是有瑕疵的，但我也得不得不卖给朋友，因为我要推销嘛，我不得不。但如果是小时候建立在友谊上，我不会这样做。你知道所有的这些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不断的这都在伤害自己。当自己越来越坚强的时候，在生意场上越来越坚强的时候，越来越跟别人那些人比的时候，我们都在伤害自己。其实根本上是有一点，你坐在这儿啊，不管是比尔盖茨、李嘉诚，我们经常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财富的对比那个表里面啊，说你看他们多有钱，或者是有些人我们去了商场，我以前听说那个什么杰克逊啊是什么，去商场买东西，人家是什么买的啊？我们进去是挑一个我们喜欢的，还切不够，还要看吊牌，人家是这个不要，剩下全要，人家是这样买衣服买东西的，整个打包一个商场的进去是，人家是哪个不要，我们是要哪个，你给我取出来，我不断的挑，人家是这两个不要，剩下全给我装上车。所以这种你看到这种生活的时候，你觉得，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子生活？是不是？重点是，这些东西我们在见闻觉知长这么大已经看多了。重点是，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的？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从你妈妈肚子里爬出那一刻，我们这一生是想活得快乐，不管是更好，也是想快乐，想幸福嘛。你告诉我，他们幸福快乐吗？你只看到他们有钱，只看到他们说这个不要这个要那个不要，只看到网络上很多多这种，但是你却无法知道深圳有多少孩子是幸福的。你深圳有很多孩子们在深圳打拼啊，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几个是幸福的活的？不管成功的失败了，他们怎么幸福？幸福怎么个幸福？什么是幸福的人生？是吧？老师，这是阿 Q 精神？不是，这是智慧。我举个例子啊，现在这儿有一窝蚂蚁，有一窝蚂蚁啊，这一窝蚂蚁，我们是人类，好像更理解蚂蚁的智慧啊。你是人类，你是高等生命，蚂蚁的智慧你是瞧不上的，是不是？有一个蚂蚁，存了很多米窝里，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一生不断的存了很多米。这个蚂蚁，现在这只蚂蚁，它的库房里存了很多米，它把库房封上。哎呀，终于出够了米，来到了这个道场，来坐在这儿听佛法来了。你举个例子啊，有只蚂蚁子现在在这儿坐着啊，然后说，哎呀，我的库房终于充满了米，这样我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不再为衣食无忧了啊。我现在坐在这儿听佛法，但是他在听佛法里边，他在想，哎呀，好像要下雨了，那个雨会不会灌到我那个库房里？哎呀，那个米会不会湿了？啊，那个米，我那些米，我走了会不会有人抢偷啊？他不断的不安，坐在这儿，虽然在听佛法，但是他那些米怎么办呢？一库房的米，虽然是那是养老的哦，那些米啊，因为他太多了，很多人，很多蚂蚁虎视眈眈，记住他那些米了，是吧？好，这是一只蚂蚁，他坐着，他连佛法也安心，安心了。就在这儿听了10分钟，然后他就说不行了，老师，我得回深圳去。深圳的蚂蚁啊，我是举例子，我得回深圳，我不行，我那好像要下雨了，我那些库房里那些粮食，我银行那个卡会冻结，我库房那些粮食会出问题，我得回去。他安心不了，不能安心。他拥有了很多财富，他其实活得很焦虑，知道吧？他也不幸福，他拥有很多，是吧？还有一些蚂蚁在努辛勤的工作着，不停的搬运粮食，搬运，忙里偷闲跑过来听两句佛法。听的时候我说，哎呀，你们太辛苦了，佛法是把一切看成么，不要在这里边，在工作里边他很累，他很纠结啊，要把米搬到洞里啊，搬出来搬。我说你们这么累这么辛苦，人生有苦啊，也有解脱道的，你们有时候停下来拿出几分钟的时间修行啊，去解脱道啊，或者是。他说
生存是第一位的，我要先生存啊，我现在连米都没得吃，我还解脱呢，是吧？我说你兜里不还有五颗米吗？五颗够我一辈子吃吗？够我一辈子吃吗？反正很忙啊，很忙，忙的反正也没时间解脱，说我很想解脱但没时间。还有一只蚂蚁喜欢搞人际关系，跟那个一往一后啊关系很好，但是他每天都去他家里跟那个一后聊天啊，陪一后吃饭啊，陪一后做事啊，因为搞人际关系，搞蚂蚁关系嘛，是的，所以那个一后很看重，但是呢一后依赖看重他是因为他要每天拿出大量的时间陪那个一后吃喝玩乐，所以好像也挺好，但是没有时间，一点时间也没有，一后的时间才是他的自由，一后今天没时间他就没时间，所以好像攀上权贵了啊，好像很富有，好像很贵啊，他跟国王是有关系的，他也没有时间，但有一只蚂蚁，他解决了生存问题，他吃的没那么饱，他很穷，知道吧？他很穷，这个蚂蚁，但是呢，他很强壮，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他把自己强壮起来，而且呢，他知道蚂蚁再强大，这个世界有比蚂蚁更强大的人力，他知道有人力这回事。然后人力一只脚就能把那个蚁窝全部毁灭，而且他知道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而且有些事情就是那个蚂蚁窝，就算那个存了很多粮食，那个蚂蚁他的粮食不比其他蚂蚁强，他的粮食够他后半生，但是那个蚂蚁的命运也是旦夕祸福，谁知道有一天是不是哪个小朋友擦泡尿尿到那个蚂蚁窝，或者是倾盆大雨会灌它，或者是天灾人祸，或者是那只蚂蚁在回来的路上被哪个人一只脚踩死了，被汽车撞，或者是什么啊？有一只蚂蚁知道这件事，知道人力是有旦夕祸福的，有一只蚂蚁知道蚂蚁是很脆弱的，在这个世界上随时会被一颗冰包打烂，随时会被人的一只脚踩碎，所以那只蚂蚁很强壮的练自己健身，让自己很阳光，然后拿出一点点时间来去生存，解决生存，当他吃饱穿暖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善行，善行是什么？中间那只蚁窝已经好几次会被洪水冲没，每次当雨水来临的时候，他就在他们那个蚁窝旁边里很多的还很多的泥巴围着那个蚁窝去作罢，就是他为那只蚁窝默默地做了很多事，但是他也不求那些蚂蚁感恩，因为他的境界太高了，他只希望他有一天能成为人力，因为他觉得人力更强，是吧？而且他了解有这样的人力，虽然他不了解人力的感情、人力的生活、人力，但是他知道人力，其他蚂蚁不知道，他知道，而且他很穷，但是他知道人力，他很强壮，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每天吃饱穿暖以后呢，努力地变成人力，坐在那儿去，而且为蚁窝做了很多事。那么告诉我，这几种蚂蚁，哪一种是最幸福的活的？后面是啊，是大家很容易知道这一只蚂蚁是最幸福的，而且这只蚂蚁的人生是过得最有意义的。那只很富有的蚂蚁，那种攀上国王的蚂蚁，还有那种拼命的工作的蚂蚁，这三种蚂蚁只是忙了顾了自己眼下的角色、眼下的工作、眼下的得失，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他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事不在他的思维范围。就算他算尽了，就算那只蚂蚁把所有的灾难都算尽了，比如说其他蚂蚁会抢他的米，他库房有米吗？他也算不见哪个小朋友会撒泡尿冲着他那个蚁窝，永远不知道。这就叫，就说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在地球上你知道活得很渺小，人类我们就是很渺小，如果我们要是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得失，只关注于自己的身心的角色的话，或者我只关注于我们有没有米吃，或者有多少钱银行存着多少款，或者我们是否跟有权有势的人打交道，我们身边的朋友是不是太 low？ 哎，我是不是应该跟更有权势的人每天在一起，而不是跟你的能够真诚待你的朋友在一起啊？我们去追逐名利、钱财、金钱，或者在意自己，我们肯定活得不好，真的，我们会忧郁的。这个那几只蚂蚁会，这个我是来拿这个举例啊，因为我们是高德，当你成佛的时候，而佛说你是如来啊。你可以活到自由自在，你现在坐在深圳，坐在这个珠海这样一个道场，你是来听闻佛法的，那佛法就是让你解脱的，就是从这些
苦难中，因为做一只蚂蚁怎么也不自在。就算最后那只蚂蚁，他说他想变成人，但是他的愿望一下子能实现吗？是吧？很难，虽然很难，但是最起码他懂，而且他知道怎么变。他说我做功德，你看这只蚁窝旁边有很多，这只蚂蚁所有的蚂蚁都在忙着去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去抢米的时候，他知道暴风雨会来，他在蚂蚁窝默默地理了很多堤坝，他把水倒在了蚁窝外边，这种其他蚂蚁是不知道的，觉得傻，你干嘛呢，是吧？雨还没来呢，你倒什么，是吧？都来了再说嘛，是吧？来了能说吗，是吧？来了整个蚁族全部毁灭，毁灭的时候也无所谓哪只蚂蚁的米多，哪只蚂蚁的米少了，是吧？那有些蚂蚁还说去快乐，大家一起灭了吧，是吧？无所谓啊，无所谓啊，是吧？这样也没什么，一些蚂蚁吃饱了穿暖了，觉得无所谓啊，要死一起死啊，大家谁无所谓啊，这是一种活法，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无可挑剔，人家无所谓。还有一种说拼命的去赚钱，还有就拼命的攀附权贵还有名利嘛，还有一种拼命的工作，他们能逃脱蚂蚁的宿命吗？他们一辈子就是从春天到冬天结束了，可能冻死了到冬天啊。就举个例子啊，蚂蚁活几年我不知道，哪位师兄知道一只蚂蚁的寿命有多久？你们研究，可能有的蚂蚁年长一点，是吧？人类是100多年，以100年作为一个终极的，那蚂蚁可能是1年或者2年啊，我不知道活多久。这也不多，在宇宙几十亿，地球都几十亿，46亿年，说是啊，科学说，在上亿年的几十亿年的长河里，100年算什么？100年跟蚂蚁的一年有啥区别？我们就像地球上渺小的一个生灵。生命怎么样是幸福的？而且有些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坐在这儿，我们总觉得别人比我们过得更好，不见得。你认为比你过得更好的那些人，这不是为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多人活得不开心，那些豪门富足，你认为的豪门，你认为的富足，我们不是八卦去关心他们的私生活，或者关心他们的家里有没有闹分家产等等啊，我们不用八卦，他们有他们的烦恼，不同层面的烦恼，每个人都是，就像一个小朋友，他坐那哭3天不吃饭，是因为有个小气血，他的痛苦不亚于我们现在的痛苦，他也会忧郁的。一个小朋友2、3岁了，他因为丢了他最爱的小汽车，他在那哭了3天没吃饭，吃不下。这痛，心痛啊，我的最爱的汽车丢了，然后3天郁郁寡欢，茶饭不思，那也是忧郁，那也很难受。但你说不就是个小汽车嘛，是吧？大不了再买一个，就算现在没钱买不起，得有赚钱买呗，赚钱买呗，有什么？不就是个小汽车嘛，还3天不吃饭，然后3天还茶饭不思，还心情不爽。我们呢，我们现在因为买不上一辆宝马，买不上一个别墅，我们不也跟小朋友一样吗？因为丢了100万，我们不也一样吗？3天不吃饭，睡不着觉，不是一样吗？一模一样。但是对一个成就者，一个学佛的，假如解脱道人说，不就是100万吗？你生生世世又赚了很多钱，你死的时候拿走了，你看那个故宫，所有的古董都在故宫里摆着，哪个皇帝带走了？每一代的皇帝都拥有它们，现在不在故宫里边展览着吗？哪个连个碗也没带走啊，而且有的还流落民间，被盗墓的全盗走。我们来的时候啥也带不来，也是也真的是带不走，就是这样的。正好说的时候，我就想，从蚂蚁的角度，它变成人又怎么样呢？又是一个更大的道场。再说了，虽然它变成人，但是那是个目标啊，方向啊。虽然我说一只蚂蚁，但最起码比蚂蚁要强大几十倍啊。它能活1年，蚂蚁能活，我们能活100年。啊，而且我们一只脚就能把整个蚁族毁灭，但是最起码它变得越来越强势强大，而且它知道这条路，我是以这个比例。但是如来还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成为佛了，那叫永恒的自在，那不叫强大，是叫自在。佛说没说你变成佛会变得更强大，像拿破仑，像哪个希特勒，或者更强大，或者拥有什么，他是说你获得了大自在，叫大自在啊，大自在随心所欲啊，想干啥干啥。如果你想干啥干啥，我们不会犹豫的，随心所欲啊。那个时候当然你的欲望是什么我不知道，是吧？
也许你的欲望就不是去赚钱，不是你的欲望可能在天上飞，是吧？谁知道呢？啊，那也可以啊，随便，是吧？就是对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重新去看这些东西啊。当然，身体如果实在很难受，可以拿药物配合治疗。就睡眠不好啊，什么身体，有时候不要借助住，不要错过住院，不要老是说，哎呀，我不好，我怎么能这样呢？有时候天阴了，就像天上有团乌云，它照的时间太久了，我们实在挣脱不了，也可以拿个炮把那个乌云打散的啊，就是助缘，吃药，中药西药都可以配合使用啊。如果是心情很不爽，持续性的低迷很难受，如果自己能够有，心中永远有坚信自己能扛过去，那你就自己走过来。黑暗的时期都会有的，每个人都会有的。自己走过，如果不行，就配合一些药物啊、养生这一方面的啊，助缘，或者环境都是药啊，或者去一些你喜欢的话，就是，比如你有一个工作环境，在这个环境你很压抑，而且时间长了你睡眠不好，那就离开这个环境。我告诉你，离开这个让你封闭你的环境，去其他换一个地方工作，或者是出去不工作，出去旅游，去一些开阔的，就是很高兴的地方待一段时间。调整啊，这都是药，这都是方便法。嗯。嗯。我们赤悄悄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也没想这件事。现在多少还有两件衣服，身上还穿着的。你从你妈肚子里出来，连个线也没带啊，你也没怕你不能活。当然那个时候有你妈照顾你嘛。那现在也有朋友嘛，也有亲人嘛，不至于冻死饿死的，是吧？怕啥呢？